吉米在国队的精彩演出，那现场每个观众看得相当投入，加上撼动人心的战鼓声，也让大家感受到全国玄天上帝文化节的热闹程度，绝对是更加丰富精彩。今年哦，咱底下讲啊，这个联合庆典哦，都轮到咱南投县啊来举办哦，咱大天宫啊来办这件盛会啊，也是讲真正光荣。咱再次感谢吼，底下讲甲诸位众神的庇佑啊，我相信讲吼，咱人嘛爱拍拼，神嘛保佑，安尼吼，咱才国泰民安。一年一度的全国玄天上帝文化节活动就要展开了，今年主办单位除了办理隆重的科仪法会以外，一年两天的活动也邀请歌星准备带来精彩的歌舞演出及民俗技艺表演。啊！而且圣神的邀请哦，咱全国咱这神南信路会当来阮民间乡新民村大田宫来共同来参与这个盛事吼、哦。啊，阮民间乡有特别准备着阮这农特产品，尤其是咱的地秀啊，咱的山姜吼，啊，加咱的稻米、芦苴茄米吼，啊，等等的农特产品，啊，要来奖赏哦，啊，来参与的咱这全国的咱的神南信路。来参加的宫庙目前有登记的180多个宫，人数已经6000-7000个左右的人员会来参加哦。祈求讲咱上底下讲庇佑咱这次的活动会当真顺利来圆满感谢各界拢来给咱支持。除了有精彩的表演节目以外，庙方也会准备在地的美食特产，免费提供给贵宾及信徒享用，希望吸引人潮参加的同时，也会带动南投县地方农特产的销售与推广。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前来戴天宫参与祈福求平安。